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阿俊。本节目由立新能源与 Offer South Market 赞助播出。我们今天又是小导稿系列，然后呢也是一样带着我的小装备，看到有水就掉。然后我们现在位于在 Red Bank 里面的一个小公园。通常呢在这种小公园啊，以我的经验啊，都边边角角都会有一些小鱼苗，但我不确定是什么鱼种，但有可能啊，有可能会钓到鲈鱼或者是罗非、鲶鱼这些淡水鱼类，也不知道这边有什么，也是第一次来，来这边试钓，然后带着一样，也是用着那只黄色的 VIP 试试水，希望今天会有收获。好，我们开钓转场。先收一遍看看，收边边角角试试看。有咬有咬，有机会。什么都没有。歪家，换点。我操！大电视。一个霸口。这个水域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好像路不是很好走。这地方要怎么走呢？干，要爬下去耶。说干就干。这边走过去到这里，哇，有点累哦。先泡泡看。哇，这个地方感觉是有戏的，不是很好走。待会。高了，还是待会爬爬上去试试水。瞄一下，偷瞄，偷抛一杆，可以。看到有鱼，但是是，哦，有鱼，很多鱼。喂，追下，有追，看下面都是鱼，但是很难钓啊。去啊，好难走，考验的体力的时候到了。
好孩子，请勿模仿，这个人是疯子。好高，全部都是鱼啊！哇，蜜甜啊！哎，还有一只红色的，那边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？一只红色的，哎呦，欠钓哦！他们追，快跑，快跑！飞呀、啊！有一只鱼飞，这里这边有一只鱼，我是从这边爬上来的。罗飞，哎呀，罗飞，全部都是鱼啊，一堆啊！一大堆啊，有戏哦，有戏哦，鱼超多，重重重重重。终于，果然啊，飞！飞飞飞飞越想飞耶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干！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大鱼就中鱼，我跟你讲。边边角角这边一大堆，超好钓的。这边的鱼可能没被钓过，全部都傻傻的。你才傻吧，钓个鱼爬这么高。吓到。哦，咬一下没咬中。没关系，还是继续搜索。小黄，有一只跟过来，中中中中，追过来。这是不小，不小不小，我的杆应该可以吧，踢得上来。哇，这罗非不小不小不小，不要断哦，不要断哦，我要把它飞上来，飞上来，直接踢上来啊，小心点啊，来哦。哇，很大，这个大了，很大很大，哎。等一下，我走过去那边。走的走过去，哎，滑，走的那个边边去，走的那个边哈，这条鱼很大。我觉得走在上面胆子也要很大。可以吗？走得过去吗？哦，好大条！好大条哦！慢慢拉线哦。我拉低一点。慢慢拉，慢慢，不要离水，慢慢抽过去就好。这边那个抽去挡住。没事，
搓一下就好。啊，别被勾到，抓那个路牙，抓路牙，抓路牙。好，起来了。你是不是忘了有鱼钳？没事，没事。好，好，可以呀、啊。没事，没事，你抬高就好，抬抬高就好。我再张高点。等等，好，哇，可以呀、啊，牛逼！哦，这一只可以呀、啊，很大哦，还不错哦。罗非一只，这罗非赛事还不错哦，而且来这个密点之后，哇，全部都是，抛了就追，还是一样用这只小黄，小黄出奇迹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走走，好，好好，走走，哎，嗯，这只不小，真的，这只不小。嗯。这边可能都没有人钓。超好钓，秘境打草堆看看，好，换一只试试水。哦，摇一下，你还是忍不住摇一下。想细只咖喱条。果然会咬水面，追追追追追追，既然水面会咬，这只又太高不好操作。好，好，小卵虫试试水，跳点平拖，平拖。荷叶边，应该是他们的救火时间过了啦。哦，中中，这么给面子，中。哦，这只颜色比较特别哦。
哇，厉害！直接飞上来。好，终于钓到了，来到这个秘境。这罗非吼啊，它在澳洲也是算是外来种啊。这钓到就必须要把它带走。我也不知道这边有罗非，结果乱试就被我试到了。那既然钓到了，就只能把它处理掉了。我真的不想碰到这个鱼。好了，抓一下好了。但是抓你的小鱼鳍，超讨厌。算了，不抓了，恶心。好，罗非。啊，还不错，今天还是有收获的。罗非，但这种鱼在澳洲呢，其实我也不喜欢钓这种鱼啦。这种鱼钓到你必须要把它敲掉，然后丢到垃圾桶里面，这个也不可以放走。虽然我不喜欢杀生，但是这个鱼是唯独不能放的。出于无奈之下，我也不想杀生，我只能把它处理掉了。那处理的画面就不播给你们看了。没办法，我们就处理它吧。不能要你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拜。他那边怎么支援？你干嘛从那边下？我就是让你拖住我。你稍微快点。如果是十万火急的话，我早就烧死了。
靠背，thank you.